这棺材够稀罕的啊！嘿，这可得好好研究研究，啊！这万一里边有出口呢？我劝你早点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哼，就研究研究，咱不开啊！你看，开棺永不见天日。这谁写的？这是规则吗？这就是个装饰。不管是谁写的，在这里的一切，咱们最好遵守。哼，咱不开，啊，不开。我下去看看，你小心点。不开。这帮变戏法的还会驱魔呢，业务范围挺广泛啊。再广泛也没你广泛。哎，不是胖爷我眼花了吧？这儿除了刚才那个不能开棺，怎么一条规则都没有啊？啊，这说明除了爷爷和李观镇，没有活人来过这里。那边的孙大爷，胖爷我们舍得开的棺材，让你给我开了。老子这趟下来，你给我滚下来！死了多少兄弟，我不可能就这么空着手回去。你给我下来！孙子，还开你！孙子，孙子，你给我住手！我操！发财了，兄弟，你怎么发财了？这群术士还有一个不传之秘，他们能让所有人都相信眼前所见即为真实。胖子，我们可能要出不去了。